是把它简化成一些几何形状，因为一代一代传下去，你每个人画出来都一样，你不会有个人的风格。像一个佛像，把它拆成用格子画成好几格，然后还有那个各个几何的形状，然后有从这个手要怎么画，啊头要怎么画，那比例在哪里，它全部是打了格子画。那里面有展示说这些图像它怎么传承下去，就是每一代可以画出来的都一样。但是从那个塔中往下看那个巴罗的钟，那巴罗钟其实是另外一个形式的话，它也没有那么，也是古铜钟带有华丽嘛，它是从那边进去，就是从一个小不是很大的一个进去，然后转折一下才能进到后院，而且转折进去有个小小的前厅，然后再转进去后院。那这个是一个是回廊式的。那它的整个基调不太一样，其实有部分是算是华丽的，那主体的墙壁也是白的，那搭配的这种黑的跟黄的这种红的这种色调，你可以看到从后院可以看到那个塔钟在上面。那这个钟堡呢，其实我说它负担有一些行政的服务，就是比如说这个法院，像那个法院就设在这里面，就是说，因为他们，我就问他们，然后老百姓还是有一些小纷争，就是一大半是土地的纷争，就是说，怎么界限这个界限界址在哪里搞不清楚啊，也不是说吵架，他们就到法院去请那个法官来跟他们做个公断，然后公断好了就好，就没事了这样。这个是在巴罗村的其中的角落，那它是其中的一个殿，一个佛塔。那这个佛塔在里面。那这张我是偷拍的，其实是不能拍照的。可是他没有收我的相机，那只好就是不小心就拍了下来。因为塔中是有收，他把相机都收掉。那这个我是不太清楚哦，它其实有两个 layer， 这个是后来才搭的，那什么目的不太知道，问了那个他们也不晓得为什么。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格子状的 layer 是后来才上去的，所以跟后面的这个连续是不太合。然后这个是塔钟嘛，巴罗钟下来，然后它经过这个独木桥才到的。那这个是一个 deliver 的一个工程啊，在当初应该是很不得了的，因为要跨过这个河。然后其实他们也不是说有船只要从下面过，但是因为他的技术没办法在这边立柱子，他必须从两侧往去搭桥，所以才形成这个样子。所以他用大的木头 deliver， 那就剩下这一段就跨过去就比较简单了。所以这个柱子的这个塔的部分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接受这个我们叫做 moment 的部分啊。这个可以看到马，他们是用马在除草，所以这个很奇特啊。那这个是一个在大的木头去搭不去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还是进到这个塔那个桥屋的部分，就是它是桥梁的内部。最后呢，我们看一个很特别的寺院，这叫孔雀寺院。那因为里面也不能拍照，我画了一个 sketch， 就是它里面有一个不太成比例的大佛像，那屋身是很小，然后它是有两个方形的房子弄成的，那中间有一个小的拉比，这个拉比可以进到两侧。这个配置很特别，那我们从这个门进来，但是你要绕到这边才是进到这个寺院的一个小的院子，那进到这个大殿，你可以进到这两侧去。那相传是，他们这个也是看风水，就是当这个不丹跟西藏这边有一些这个征战的时候呢，那个
西藏说发动的一个什么什么，很神通广大的一个，对不丹人来讲是一个妖魔啊，哈，要来镇服这个不丹。然后他们风水师呢，就命令他们在这个国家的几个点里面赶快盖这个寺庙，就像在点穴一样。那这寺庙要在一个时间里面落成盖好，那盖好就等于说你去扎了几个针哈，那点穴这个都做好之后呢，就可以保平安哈，就是那个西藏的这个部分呢，这个功力就被这个消化掉了，是这样的意思。那这个孔雀寺呢，好像是在膝盖还是在脚趾的位置啊，我不太清楚。这个就是穴位，这整个啊，不丹哈看你几个状况。那像这样的寺院在不丹还有好几个，就是不同代表不同的穴位嘛。所以它小小的，你看点穴是可能一个很大的一个宗堡，它是一个很精致的小房子。那这是前院，那是我们绕旁边，绕到后面一个进来一个后院，一个小小的院子。那这个就是介于这两个房间的一个小小的衔接的建筑物，啊，脱了鞋子进去，可以到两侧的这个小小的佛殿里面去。那这是四周的一个方式哈。那我想差不多了哈，最后我想这个不丹让各位看一下哈，就是说这是不丹航空的整个国家，因为他没有军队哈，他没什么战斗机啊，什么运输机都没有，他就只有四部飞机，就四部这种螺旋桨的民航机哈。那开飞机的目前是不丹收入最高的哈，甚至还高于这个国王，全国收入的第一名啊，是它的价值。那这个是他们的这个雷龙的、这个、国旗的一个象征，不丹机场啊，不丹的巴罗国际机场啊，他们很坚持啊，国际机场他们也是要传统形式啊，它只是一个放大版啊。那这是这个大厅啊，像这个历代的国王在上面，这是现任的国王。那是不丹的全民运动哈，他们有空就在射击场上比射箭哈。那在比射箭以前呢，这个他们分成两队哈，像这样分成两队嘛，就有分数哈。那分成比赛以前呢，互相要用一种歌谣去骂对方哈，就是说你不行啊哈，你很我们要把你垫得怎么样怎么样哈。然后骂完以后呢，就各自分开，然后开始比赛。那胜的那一方呢，就会绕着圈子，跳舞跳舞跳。那输的那一方呢，就会好像表现的好像，很不服气嘛。然后下一场开始又开始骂一次哈，然后再又开始比赛这样子哈。这是他们的一个全民运动哈。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传统的弓箭，那他们现在也都改成这个比较现代，因为为了要赢对方嘛，就改成比较现代的，可以射得比较远。那这个射箭场75米啊，它有箭靶啊，它只要能够，它不是说计分啊，只要能够射中那个箭靶，就算得分，不太容易，75米啊，很远。那这随处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挂的一些东西啊，这是我们在。第一个宗堡，我们讲的那个斯里托卡那个宗堡，那附近的居民，那当然他们手上握的都是我们给他的糖果啊，我们就不太多了啊。这个啊，但是你那个人性哈，他们小朋友蛮可爱的。像这一位呢，他就不太好意思拿哈，你看他这一位就拼命跟我们要，他拿的最多，然后还跟我们要有没有墨墨，有没有还有没有。那这个是第一个。宗堡，那这个是不丹形式的佛塔，这是108座佛塔，在一个隘口，在一个交通上一个重要的隘口。我觉得这个有风水的作用，有镇，这个就像镇，去镇邪的一个作用。
另外呢，虽然不丹是一个快乐国度了哈，我们持平的报道哈，就是说它其实每个地方都有检，都会有检查哨哈，因为那他们国家也蛮好掌控的哈，因为它全国就只有一条横贯公路哈，所以你怎么跑你也跑不掉那条路哈，除非你自己要徒步翻山越岭哈，那在一个地方就会有这个检查哨，所以你看 ，All vehicle must stop or immigration check， 来，啊，这是命令的，这个这样写是蛮凶的哈，就是这个。啊，这个是这个检查哨，但是这个小小的检查哨，其实他们也很，我觉得他们蛮可爱的哈，他也不放过，也是一个传统的形式。那这是一些印度人哈，这个印度还是应该是印度的哈，他们要进来打工，进来打工你要经过这个检查哨。我们最后一晚哈，他们就一个歌舞团哈，表演一段那个歌舞，这个蛮有趣的。但这是各族啊，就不单还是有各个不同的民族啊，服饰还是不太一样啊。那这是在我们一个这个在中堡外面碰到的小学生啊，当然小学生都已经穿传统制服，每一家都不一样啊，那搭配什么都蛮好的啊。嗯，住的在八楼这个晚住的旅馆，那。这个就是我们没有住在那阿曼，但是这个也还不错，就是它其实地方的旅馆现在也慢慢有一定的水准。但是乌鸦蛮多的，你看那个中岛什么的有很多乌鸦，那跟日本一样，乌鸦不是什么不吉祥的东西嘛，在不丹这个他们对动物都是很友善啊。那这个是不丹的。基本上的一个意向啊，那今天就讲到这里，不好意思啊，这个可能资料多了一点啊，那看看大家有什么意见。
或是车祸，因为他们就是没有什么交通管制嘛。那少数人开车啦，但是大部分就撞到人家的牲畜啦。就是因为他在马路上，那牛呢，两栏公走在马路上，你撞到了又赔不起，那怎么办？那只好被抓去拘役几天再放出来啊，可以示这个惩戒这样子。对他们，我们到那个土地啊，就是说建筑物基本上，因为确实是为了建筑物的承受，它下面基本上开很小的窗。那在中堡开很小的窗是因为防御的关系，它有时候一楼整个都没有窗啊，它是为了防御。那我们看到一个像头面那样子的很小的洞。那在民家的话，基本上也是，就是说地面层的话，他们是属于比较不重要的空间啊，或是一些储藏室，或是他们会把它架高。像我们进去那个民宅，它其实是从土地上来看是二楼，它的一楼其实是放杂物的。那你刚伸出他们像鸡啊、猪啊什么这些都好像也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不能杀生啊，所以他们基本上是这有点矛盾，但是政府有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的营养如果不杀生，他营养不是很够，但是他是一般人是对动物是蛮好，所以他们的肉类都从印度进口，所以他没有那个什么畜牧业，他基本上他们不鼓励任何东西可以吃，因为他没有工厂。你有畜牧，你其实还是要加工，因为你没有，一旦把工厂拿掉了，很多其他行业你都做不起来。因为你知道要经过加工的程序的东西，都必须要就不能做了，都要进口。那我在负担，你如果去发现负担的那个猫啊狗啊，基本上都非常的慵懒。我们到每个地方就看到狗就躺在门口睡觉。那你要逗它，它都不理你，它在睡觉，反正就是很舒服在睡觉。那有一次我们实在是觉得，不相信啊，那丁龙生啊，他就学那个山猪叫，包一声啊，那狗因为狗可能怕山猪吧，他就眼睛张开一下，然后看到不是，然后他就躺回去睡觉，他就不理你。所以他是整个对动物是蛮友善的。但是国家有一点味道，就是在马路上，它那个动物啊，那个排泄物，就像我们走在那个乡间一样，它是有一些这个空气中是有一些这个动物的味道，排泄物的味道。但是习惯了也还好，我觉得你不会在那样的一个范畴里面，你就会觉得说不能忍受的。他们既然没有工业，那他们大部分农业为主，所以他们这些是什么来服务义务吗？还是他们的其实对进到更里面，其实他们不太需要钱币，当然那一个部分我们没有去了啊，就是说因为他们自给自足，然后他们也不太坦白讲，我们在那个巴罗因为有观光客，所以有一条类似纪念品的店，但是有几家的，即便那样也几家的。那一般老百姓，你有钱，好像对他们来讲有不太代表什么，因为你没有地方可以买东西，那你拿了钱干嘛？所以他们已经有慢慢教育老百姓，就是说不去做经济发展的努力，是从那个叫做gross happiness 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发展啊。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问题，也不是完全没有，就是说他们晚上啊，我们就出来街上看一下，因为晚上导游就不会跟着我们啊，那我们就到街上看一下，但是街上确实没什么活动，但是店铺里面啊也没什么灯，因为它电力有限，
我就看到一些年轻人就围着在干嘛，然后我们在好奇，就凑上去看一下啊。那我发现他们在赌博啊，他们就是没有什么娱乐啊，啊，就是少数啦，就是他们赌博啦，然后喝点小酒这样，就是他们会可能还是会有一点面对这样的问题。但因为他不能很自由，因为我们曾经在那个纳卡州岛的旁边，我们停车旁边有一个小学啊，那我就跟导，那时候我不晓得，我就跟导讲，他那边有小学，我们上去看一下。那他就很为难，但是他笑笑跟我讲说，他想想看，他想一下，他就拿他的那个电脑起来，因为没有，他没有电脑，他到旅馆，我们到了，他说他安排一下，也许明天可以。那我就觉得奇怪，他在旁边。他们也是开着，然后后来我发现说，因为我们的行程上没有安排那个学校，他就不能随便再进去，他必须要跟中央报告一下说可不可以。所以这个他是，这还是有一些掌控。所以他到旅馆，他是真的能
容的去沟通。那因为礼拜六，那后来学校回复说他里面因为是周末，他没有人，他就是一直说不方便我们穿相关的。所以这一点比起甚至在很多国家还没有那么方便，像中国大陆。